浪费了。嗨，晚上好，谢谢 GGS 的巧克力。天，谢谢文心南路的那个花儿，还没吃呢，我就回来赶紧，趁着我现在非常想卸妆的时候赶紧直播。然后我可能手机会没电了，谢谢百靠的秋天奶茶。我现在真的这个样子太狼狈了，谢谢 Device 的秋天奶茶，太狼狈了，真的，天哪！谢谢阿金啊的秋天奶茶，就哎，整个人头发都塌了。谢谢伊鲁努奥的秋天奶茶。对，太热了，而且我的刘海本来今天白天早上不是长这样。谢谢皮卡丘丘丘的52个大山，谢谢松鼠轮子的巧克力，谢谢哥本哈根的秋天奶茶。不是烧烧肠，就是它被热塌了，它本来是卷的，就今天早上从卷刘海变成塌刘海，太无语。因为这个时长太久了，贴了痘痘贴。我这几天就是我发现越到我拍什么的时候就越会长痘痘，我这边长了个特别大的痘痘，贴了个痘痘贴。谢谢里面喵的秋天奶茶，然后我都不知道会不会录进去，但白天还不是特别明显。对，但风格也不是成熟吧，我戴个发箍，戴了个项链，它不是成熟，就是比较淑女。谢谢长泽花秀的大神。那一定是你眼睛看错了，因为人跟人长得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你可能就是错觉吧。谢谢黄瓜蚊帐的巧克力。不错，我打算一会儿等我就是差不多手机快没电的时候我就那个什么。因为我的这个刘海它就是不是非常的好，今天因为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做。哎，我们发了个群消息，我穿衣服，对，贴了个痘痘贴，就这个地方我在梳刘海，因为我的刘海成一绺一绺的。谢谢赤原猎犬的秋天奶茶。不是，这个是昨天的衣服，然后就因为不能穿那个衣服，看这样会容易剧透。谢谢酷儿的秋天奶茶。我发现我都想不起来今天有什么要说的。谢谢，谢谢文心南路的秋天奶茶。好，应该11号吧，因为11号我们有广州的首会，肯定11号之后要回上。恐龙那个啊，那个就是那会儿看见一个山嘛，然后说山上好像有什么，然后我就真的以为有什么，然后就看了一眼。谢谢七杯三分糖四季奶昔的秋天奶茶。嗨，晚上好，谢谢西兰花园里的杀虫剂的巧克力。人脑子有点傻，我今天其实被热的时候人感觉自己已经就是非常的
就是也不知道是咋的，就是脑子里边，因为是从早上开始的嘛，然后就人很那个崩溃，中间想点个水喝，结果又喊集合了。谢谢白靠的巧克力，谢谢皮卡丘需求的52个大闪。对，然后可能就会看到什么就会容易生气，然后就那种易怒，我也不知道，就可能就是因为没睡够早起，然后就那个什么。对，明天我今天是早起的，明天就不用早起。对，还有就完了就看到一些很奇怪的话，我就会很生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放在平时我不会。对，这个人太累，确实就是会很那个什么。我觉得这分时候的，就人可能就是非常那什么的时候就会那，确实没什么必要发神经的话，确实也管不了。你站着直播，我一会儿，因为我顺便想播完就卸妆，我就在这儿播了。希望我明天可以睡到中午再起来。谢谢小龟的10个大闪。还没呢，我在便利店买了饭，打算直播完卸完妆，洗个澡再吃。打算那个时候再吃。谢谢真正的单推的玫瑰花，是不是现在有公演啊，还是怎么着？感觉是不是7点钟开始都有公演？对，因为早点就是那会儿没来得及吃，就是我们早上起来之后就直接去拍了。哦，明天啊，哦，明天有三角函数，因为我看见群里面发了，然后我就以为今天有公演。对，这个是白雪公主里面那一集。然后就是她把马甲取掉之后呢，就是这件黄色的衣服。但我还是喜欢之前口袋的那个直播的感觉，我现在就整个人感觉我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也可能是我戴了发箍吧，或者是我刘海塌了，就是看着很难受。对，这个珍珠项链是我那个剧情服的。没有，这一身不是我们配的衣服，就是暂时不能给你们看，但确实显得挺敏感。谢谢哥一哥的大神。对，但这个衣服是我带过来唯一稍微体面一点的衣服，本来是打算握手会穿的，但就昨天还是穿了，因为没带什么正常衣服来，都带的是什么大 T 恤，还有那个什么别的，因为确实有一些不太适合拍嘛，就不体面，然后就很不适合在这边穿，就大 T 恤大那个什么，就会有点不太适合这种场合。不行， T 恤太随便了，就好像没有穿那种 T 恤的，大家都是那种很华丽的，如果真的是 T 恤也是很华丽的 T 恤。我现在就是在门口直播，因为旁边就是洗漱台子，然后还有梳子，如果我的头发乱了我可以随时梳它，就很方便。不是，就是不适合拍 MV 啊， T 恤就是很休闲的衣服，跟我们这个海边不是很搭。哎呀，其实你们这不是很顺，它全是上面全是汗，就很油，就很，而且特别塌。我就看现在自己这个样子，太丑了。谢谢二狗子的10个大神。
你就当是宫廷风吧，你就当这个 MV 里面只有我一个女性角色，然后大家都是那种很帅的骑士，都是这样。谢谢不落魄的风的夜蝶。什么？我现在没看着这个。对，就是337那个地方，不是，重点是这个直播，它这个直播的滤镜。就很烦，搞得每次人就很奇怪，就怎么调都很奇怪。我还是喜欢以前那个，想跟大王说说，感觉如果说的人多了，他会改回去吧。真的很奇怪，就是怎么看都奇怪，关了也奇怪，就是很奇怪，看了就感觉这也不是我，就是是又不是，就是特别奇怪。唉，真的好奇怪，所以我现在看着就是无语。想说一下，我好像要把这个痘痘贴撕了，它已经连续好几天就是这个痘就很大，就这个地方，影响我的拍摄，一拍摄一弄个镜子，这边一个这么大的痘痘贴，唉，每次我记得我之前上一次拍睡着的时候，那一会儿也是长了一个很大的痘痘，在另一个地方吧，好像是，反正就是也是这种重要时刻长。谢谢李喵喵的秋天奶茶，每次都是，要不然就是首演那段时间，临近三角函数首演，然后也是就长了很多痘。现在还贴着那个创可贴，就那个脚后跟，明天也得贴着，感觉如果不贴的话肯定还会再磨，那个鞋子就会容易比较磨一点。对，太热了这个天气，而且我们屋子也不是特别凉快，也挺热的，就这个温度。有吧，但都是很热啊，就是你在一个很热的地方，你不管去哪个阴凉地儿都是很热的。哎呀不行，我这个直播真的，我的妈呀，这个样子太奇怪，不是闷的，是我来这之前就长了，来这拍 MV 的前两天突然长了，消不下去，就很突然，然后很无语。对，他连风都是热的，唉，生气啊，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气，呵呵，就是很奇怪，可能这个天气太热了，热的人就是心里面那什么的慌那种。对，晚上好，然后再加上看到很无语的东西。确实一热就头疼，哎呀真的很热，今天我看了32度，那个时候反正然后就反复的那个这样去什么的。对，上海这一天还好，我在珠海，我不在上海。对啊，是花了，但是这个滤镜也很奇怪，看的整个人就很奇怪。没有绿豆沙，这里点一个外卖要10几公里，热了确实很心烦，真的是这样。也 KKK Heart 的夜蝶挡住了，你们现在说什么还没看见？什么19度？你这边那很凉快。哎，我也想让我们这边凉快一点。谢谢爆笑的秋天奶茶。我
觉得冷点好。今天我们还想呢，说我们要是在东北的那种大冷天拍摄，我们也是愿意，就是冷总比热好。当时我们是这么想，跳一跳就热，是吗？谢天一都二刷了，真好。我们也很想去，但是我们没有内测资格，我们没人。反正就是说，冷总比热好。七七怎么样？就是小朋友呀，我们周围的这群姐姐们就很喜欢他，就很照顾他，就是很小朋友。然后他就是因为是小朋友，所以就一直很开心，很有活力，玩的那些各种东西什么的很有活力，就是真的很快乐，就然而那种。但我真的是因为太热了，就热了，就是那个啥。嗯，对，年轻真好。变形金刚区的威震天，那他肯定挺费电的，如果既然那么能说话的话。小朋友可能不是这个小朋友就很腼腆，就是也很腼腆的。我在还站着，我因为我旁边水池子，而且我觉得我支架的这边，我就在这边播吧。威震天碎嘴，谢谢 Devil 的皇冠，谢谢。对啊，他现在还没有学会三角函数呢，等他学会了就会过来。不累，反正已经累了一天了，不差这么一会儿。谢谢塞纳河吟游诗人的秋天奶茶。嗯，到时候，对，到时候这个妹妹上我们公园，肯定也都是大家都会想逗逗她。对，因为我们这一整套不是也歌挺多的嘛，还挺绕的。我的 unit 曲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下一周跳的 unit 曲是什么。哈利波特，哦，昨天已经下载了一下，谢谢爆笑的秋天奶茶，谢谢明卡的两个秋天奶茶，然后跟奇静还有奇静的那两位小姐妹是室友，我们都在格兰芬多。好像还没有开始上学吧，反正就是只能在那个那个什么里面。对，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之前说的那个丸子，就是那个声音非常萌妹的那个。谢谢雪地的秋天奶茶。是吗？只能双休日玩？那一到周五还不能玩了？我们队的十六七怎么？我们都没有认识呢，他们都没出道呢，我们哪能平时见着呢？哦，是蛮惨的。那他们可能一到周五只能掰手指头玩，或者是下下棋之类的。谢谢刘刘刘子的秋天奶茶。我昨天是卸了摩尔庄园，然后才玩的这个。因为我觉得摩尔庄园我应该不会再玩了，反正我也没有给他花上一分钱。对，就是反正我也不心疼，就卸载了就卸载了，省下玩一下新游戏。哎，又开始游。我今天最后的那一遍，真的就是头发又塌，就是这副丑样子，录的那个最后一遍。希望求求了，不要把最后一遍剪进去！我的妈呀，丑死！谢谢李喵喵的玫瑰花，吓一跳。对啊，就先站着吧。
谢谢七杯三分糖四季奶昔的秋天奶茶，和秋天奶茶，真的不好看，就是头发又塌，完了又这样，又挡眼睛，然后跳舞分词，又特风又乱吹，糊一脸，你们想象的吧，就很魔鬼。谢谢李喵喵的夜迪，然后我这个 MV 就镜头里面，我感觉最好看的是我早上拍的，因为早上是刚做完发型，妆非常完美的样子，唉。而且我就在那边一直拍完了之后，从中午一直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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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没有啊，现在房间有我和蒋福婷。没有，我是真的有很正确的认知，是真的不能看，就是那种。头发都已经就是比如说他昨天洗的明明干干净净的头发被这个又热又什么闷的就感觉像那种这种头发拿就很一看就感觉是那种非常不精致的头发。晚饭没吃呢。没有，我们今天不在海边，因为昨天在海边了，昨天是那个，对，我已经发了，就是那个抖音，昨天在海边。南方还是严还是哎呀，确实，我就是觉得你热归热也可以，但别要有风，但它都有。对啊，但我不知道之后会去哪，也没有说，就像今天去哪也没有说。对，可以休息了。而且我觉得我今天吃完饭我应该就想去睡了，下场雨就好了。嗯，我也觉得可以让它下一场雨，这样就凉快了，这样大家都拍不了 MV 延期，然后推迟回到上海，这样完蛋了，赶不上排练了。晚饭还没吃。对啊对啊，还有翻牌，但我估计我今天应该洗完澡困的话，我可能就不看翻牌了。先，本来今天想的是我如果能早早回来还能多那啥，但是今天看看太那个什么了。对，我先早点休息，反正我觉得很快的，不会，我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呀，不会让大家等什么一个星期或者等个很久。而且要是有什么也可以直播问问我，就比如说我们握手会是几号，我们握手会是11号，比如说中秋公演是什么时候，我们中秋公演是19号，我们我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的生日是12月15号，然后我的那个什么是什么，我们首演的日子是什么，我首演的日子是9月3号。谢谢皮卡丘丘丘丘的夜蝶。然后就比如问我今年多大了，我说我是04年的，然后比如说再说我多高了，我就说我是1.72米。再比如说问我那个刚就出道多久了，我也可以说我其实是15期，反正就是你问我这些问题我都会跟你回答的。所以说你要是有什么都可以问我，就不用翻牌问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非常很好回答的，我在这儿就可以用你的这个语音说给你，我智商是120的。对，高不止一个头，高一个人。对，04年的1.72的15期生，这不是很牛吗？我的天哪！头发多长？大概100厘米吧。有点快，一顿吃3个吧，然后。不是，哎呀，大家不是在问我问题吗？就问我就好了呀。100厘米，对啊，我就看100厘米，1、2就这么下来了。我没有害怕的，大家都很友善。
多高？情商多高？情商比智商要高。眼睫毛多长？1毫米。有多少根头发？几万根。是插队第二聪明的吗？不是。把刚才说的做成案例介绍，可以把前面的自我介绍那个什么，我这边起了个痘痘，然后就是痘痘贴，然后就贴了个痘痘贴在上面。这个痘痘长了1个星期了，就不下去。最喜欢哪首 UNIT？结伴，因为是我在跳的。你最想和谁跳梦中的婚礼？不结婚。上下嘴唇相差多少？1毫米吧。这个痘可以放生吗？哦，我一会儿就可以把这个痘痘贴撕掉，对，让我的这个痘痘获得一些空气呼吸。眉毛大概50根。射手座有想做官吗？我是人，不想做官。然后项链有多少个珍珠？大概15个吧。结伴，对啊，结伴是我的 unit 呀。你美还是白雪公主？眼睛有多大？一个绿豆大。然后痘痘在哪里？他上了小学。痘痘是狗的名字吗？然后，口红的色号是红色，手跟脸一样。然后，喜欢其他哪个星座？哦，我就喜欢射手座，因为我就是射手座的。然后，遗忘的国度 UNIT，忘记了，都跳过。芒果2.0多大了？不知道，很老了吧？什么吸入坑的还没看过的结伴啊？那你去看一下。对，我是绿豆眼，我的眼睛小的不行，就是2个窟窿。今天一直在出汗，我整个人就是一个液体。对，会骑骆驼吗？不会。冷餐邀请谁？我自己 solo。然后，什么脚掌跟脸哪个比较大？你这个问题没有量过。还没吃呢。然后，哎，你慢一点。喜欢钢铁侠。聪明程度在第一吧。明天吃什么？明天不知道。什么绿豆控？真的呀，就眼睛很小的，我都是靠化妆。喜欢什么颜色的美瞳？喜欢棕色的、黑色的，然后没有看不见眼白的，就是那种瞳孔全是黑色的。我最喜欢了，我最喜欢当那种外星人的瞳孔，然后，对，不是，烟黄色也是喜欢的，那个是最喜欢，那个要看情况喜欢。狗选狗，狗屁和王丫丫我都不想要。脚掌是小臂长度是吗？你量过呀？哈利波特最想去的哪个学校？我其实师院、蛇院都想去，两个都想去去看。喜欢什么口味咖啡？有的时候喜欢喝美式，有的时候就拿铁，想喝甜一点的。想吃烤鸭，然后最喜欢哪一种恐龙？霸王龙。对，因为我最近哪一个身边哪一个宠物都没有。衣服是黄色的。想念狗屁吗？不想念，因为它不是活的，它是一个玩具。喜欢金色头发吗？我现在自己是棕色头发，所以我现在喜欢棕色头发。我自己什么颜色的头发，我就喜欢什么颜色。今天看见霸王龙了吗？没看见。我看见好莱坞了，我还看见三亚了，到时候会出现在我的 vlog 里面。谢谢肖粉丝的生日礼物，艾莎公主。下次想染什么头发？想染成绿的。狗屁失宠，我就没有宠过它。他没有什么失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瑞奇。对珠海的印象是啥？很热，风大，很热。我今名叫什么？我不告诉你。游跟我什么关系？就是我们大家生活中炒菜都需要这个东西，所以说跟我东西就是我的衣食父母，食父母。有想过买其他公主的衣服吗？因为还没出，就是那家店只出了白雪公主。对呀，这个反应还是很快的，说明我没有累到那种，就是没有脑子。会说蒙语吗？那个塞贝努啊，哈利波特选了什么发色发型？我选了那个第三个就背头的那个长发，然后蓝色的那个发色。仰卧起坐能做几个？半个。正在锻炼恢复脑子，对，我有几根头发？我10万根儿，会想再表演啊？不想了。对啊，没有卡，所以是真的。打算几点睡？我洗完澡吃完饭就睡。明天晚上过年在吗？你想让我在，但我也不可能在。我没有私人飞机。会说法语吗？蹦猪，梳过高马尾吗？梳过。上学不都在梳是高马尾吗？
对，就是半个仰卧起坐。最喜欢的好莱坞电影忘记了，啥时候回上海？不知道，会说日语吗？空尼基娃。喜欢渊还是 Jelly？那就还是渊吧。会说上海话吗？哎，算了，这个话不好。不要老考这个，今天这个不要说这个语言，这个语言的这个万一说出来不好的就不对。就比如说今天我听到的那个游乐园里面说的那个，就是有点像上海话的那个不好的那个，所以说不能说这个。对，容易脱口而出，这样就不好了。这个直播里边就有不好的影响。不会的，我脾气很好，我没有骂过人吧，对吧？前面怎么还会有粉蓝？什么粉蓝？我知道上海话这个很好学的，就这个上海话骂骂咧咧的这个。是躺下的那个还是半个起来的？仰卧起坐就是起来的那个吧，应该。表演一个手语吧。喜欢 Wendy 还是爱？我之前最喜欢，不，我之前喜欢 Wendy，但是艾琳就是她真的长得太漂亮了，没有办法不喜欢。喜欢可爱还是性感？都有吧。我今天的裙子好看，这个是半截的，就还有一个搭配的。我其实。麒麟哦，麒麟 gay 哦，好的，这是裙子吗？是的，一个是玩具，一个是人，这个不能选的。对，就是她真的长得很漂亮。女人还是太妍，太妍的歌经常听，最喜欢磕小台阶里边哪对 CP？不要 KY 啊，你怎么 KY 呢？都喜欢，握手会接受整活吗？你可以啊。你可以录，就是你可以整，已经加到什么？加到了很多，几乎那个群的都加了吧。单推这个问题哈，对，我们不能 KY。妈妈木喜欢谁？日月吧。但是都四个人我都很喜欢。烤鱼，我是海王吗？不是，我这是站着。去狮还是蛇？我能狮蛇双修吗？我怎么 KY？不是，就这个。说到 CP 就太 K 了，你想电卧哪个成员？我想电卧哪个成员？我干嘛要电卧呢？电卧多尴尬呀！电卧的话太不熟了。申请观看我的直播10分钟，这个看直播不用申请的，你可以直接点进来看。我喜欢我们就是从小吃咸豆腐脑的。对，成人瓜不需要电热，一会儿要吃海鲜吗？不吃。我说是小可爱吗？不是。或者说不敢说话怎么办？那我说话。知道 KY 是什么意思吗？知道啊。下次安排电卧隔壁。哦，陶陶居还是点都德？点都德我吃的多一点，陶陶居其实没吃过什么太多次数，就是。现在什么环节？感觉就问快问快答。因为我说你们要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问我，因为我今天不翻牌了。黑寡妇还是猩红女巫？黑寡妇吧。对啊，已经加了呀。谢谢7849DO 跟你的两个秋天奶茶。有认识什么猩红吗？有啊。她漂亮吧？她还凑合吧。大家的头发都很多的，她就是这些，只是一些玩笑梗，就是大家每个人的这些头发都是很多的。吃了什么珠海美食？没有。去长隆玩了吗？也没有。可爱吗？还凑合吧。陆鼠会可以让我自言自语吗？那我觉得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尴尬？红还是蓝？都有吧。是瓜还是我谨慎发言？我一直很谨慎啊，我的发言都很谨慎的。都有吧。来看湿头发化了妆。确实有点丑，我觉得这个造型是喜剧吗？哦，喜欢吗？喜欢啊，我们公司的歌我都很喜欢。中秋握手是不是连着2天？对，每年打还是分打？分打，每年打，我觉得味道一样。对，头一次去珠海，握手会结束就回上海。
对三亚有什么印象？为什么到珠海跟和对三亚有什么关系吗？对，他是快问快答的，分裂时差好听。对，有点像那种在采访。什么时候去云南过？这个得问问公司。新歌好听吗？好听。你喜欢吃月饼吗？喜欢吃奶黄那个流心月饼，但我还没买到。无糖还是无糖雪？看情况，都会喝，可能可乐喝的多一点。咸的还是甜？甜粽子。厦门风大还是珠海风大？珠海吧。会染红头发吗？想染过，但是染失败了。啥时候开始喜欢日语的？2015年2016年忘记了，因为我是2014年2015年开始看，就是哎算了，有点久了。平板支撑能多久忘了。我聪明还是你聪明？你聪明。茶颜悦色还是一点点茶颜悦色。最近成熟？不是吧，我都留着刘海了，你说我成熟？谢谢空有包的巧克力。你好早，我16哦这样。想看你跳公园怎么办？19号会看到。头发扎起来吗？我有点驼背，扎起来的话会显出我的驼背。我在我的驼背治好之前，我会少一点这种造型的。我多大了？我今年82了。珠海这两天，珠海这两天风大，对，这两天真的很大。对，这个项链是那个这边配的，对，是长了一个很大的包，就长了很大的包，就一直没有去掉。对。本周会去 S 对电力吗？应该不会，因为我这不才回去嘛。喜欢怎么办？那就可以关注。对，是很长寿的。如何像我一样精神，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谢谢你，但是我今天这个妆它已经花掉了。珠海这个城市还可以，对，就是有点热吧最近。如何跟我一样聪明？毕竟在这个社会上摸爬滚打了82年，如果你跟我一样摸爬滚打了82年的话，你就会跟我一样聪明的。对，治好驼背还能再高点。我是不是有什么后台？对，就是特别的有后台，就是你们想象的有后台。还剩多少翻牌啊？昨天的跟今天的都有吧。如何还能82这么好看？如果就是82了还想这么好看的话，你可以去拉皮，就是因为你老了，你的那个皮就会开始耷了嘛。你可以去拉皮，你让那个人要嘚儿把你给提上去，对，就是这样的。你就可以这样去，你可以去说那个医生，我今天82了，我想拉一下皮，然后你就给嘚一下，给你全脸提到你那个头顶。就是那个脑壳顶，然后你就直接就是变精神。对，拉皮和拉面是一个类型的东西，它就是一个类型的，就等一下就可以这样。广式早茶没吃到正宗的，这一次拉皮好吃吗？凉皮儿好吃，拉面也好吃，但是拉皮儿我没吃过。会打麻将吗？那次跟那个齐定的那个小姐妹学了一次，但是我又忘记了。会尝试翻跳一些吗？我以前翻跳过。如何养护胳膊腿？经常跳公演。对，我是在站着。拉皮也好吃啊。内蒙羊肉好吃吗？好吃的。啊，东北大拉皮好吃。哦。对，是很正能量。下载了，我在师院。打了什么麻将？不知道，我都忘记怎么打了。那应该是上海人教的，应该就是上海麻将吧。羊 VS 牛还是牛？奶豆腐网购好吃，那别网购了，我觉得那个什么好比较好吃。啥时候再回内蒙？有时间会回去的。一直站着太辛苦了，还好，就是现在好像也没那么累了。不会打地主，你测出来是什么血？我之前 B 站上面的是狮和蛇吧，但是有一次是狮，反正就是这个。好，不灵不灵。对，因为我搞了很多那个细闪的这个眼影，因为我的这个眼睛只有绿豆的大小啊，只有绿豆的大小，怎么提高让自己眼睛放大呢？就是要用这种很闪的眼影，用了很闪的眼影，眼睛就无限放大。对，就是这样。我现在是在站着。
对，就是真的很小，就是一个小窟窿眼这样的。就是你们现在看到都是化妆术，因为我想站一会儿，我那会儿也做了，我累了会去做的，放心吧大家，我不会把自己克量到的。没有凡尔赛，人真的是要靠化妆的。谢谢空有不二的玫瑰花。等会儿吃什么？我便利店买了老坛酸菜牛肉面，就是我买到了，那次是我眼瞎，人家店里其实是有的，就是误会人家店了。谢谢7849 DO 跟你的玫瑰花和大闪。对，克亮就是我们那边的词语，因为上次没吃到那个泡面。你拍抖音用不用大眼特效？当然用了呀，我拍抖音干嘛不用特效呢？你想看原相机的，我可以去看公演，或者是看一些，就是，官方发的视频，那是比较真实的我，嗯。但是发抖音的话，肯定还是喜欢用特效的呀。我不用特效的话，那不是特别的好看。口袋大也开了吗？我在调这个滤镜，因为之前它是，我觉得还是之前的口袋滤镜好看。多吃点当地好吃的，我感觉珠海。我也刚刚说的并不是全都是真的，你也可以自己理解一下，你看看哪个就是自己衡量一下，因为你说我嘴巴说出来一个东西，你还是得衡量一下真假的，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啊。你不能这样，我但凡说出来任何一个你总不能都相信吧，那就聊的，嗯，82是真的啊，好。刚刚的动作好娘，我就是女生啊，会肯定娘就是会的呀。对，今天这个直播是没卡，这个酒店的这个网还是蛮不错的。哎呀，刚刚提醒我电量不够20啊，原来还有这么多电。我本来以为我的电量那个啥，没有，还有呢，还有电，大家还有电。虽然我可能一会儿播着播着人没了，但是这个电还是有的。看看这个苹果20个电能说多久？谢谢你啊你啊的两个大神，哎，太油了。谢谢波波小粉的秋天奶茶。今天的风格很微，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发箍，因为我之前不太敢戴这种发箍类型的头饰，因为会显得就是本来是圆脸，它戴上这种圆头饰就会显得更圆，但今天使用了一些手段就显得不是那么圆。谢谢南风不长的就恋奶茶，就是临时把我的头增加了一截，对，然后就是使用了这么一些手段，圆点多可爱，圆点上镜会很显得胖的。我不打算，蜡笔小新我觉得它不好看，它的眉毛很那个什么，而且我今天的眉毛也没画好，我明天应该画的好一点。我觉得今天这个直播上看看感觉还挺凶的，就是这个，因为它这个妆花到这个地方就感觉很那个啥。我没有拉踩的，只是我个人的那个什么，并不代表大家，对吧，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今天是个扣子不停扣啊，确实，因为我这个白发箍蛮适合的。一直盯着珍珠看，那你可以自己买一个，就是你买个这种天天自己盯着它，然后不久之后你就会生出来一个新的东西，双下巴，然后你就可以每天拥有着它，你可以跟你的双下巴一起玩，因为你每天有这个项链，你就一直低头看着，你就可以呼噜自己的双下巴。对，买好几串，你戴满了脖子呢，你就可以支撑你的脖子，就如果你有驼背的话，你就可以买一整串那个珍珠项链，就搞得像那个颈套一样。珠海那个上昨天去的还没看见有珍珠贝壳那些，我还是挺想玩玩的，就
那个什么的。有双下巴，我觉得你可以 B 站上搜那个双下巴操，我之前做过，但是我没坚持。哦，被剪光了呀！哦，原来是这样。多拍点照片，我这个照片拍很多的，我估计够一个星期的那种日子了，所以说我之后等 MV 发了还要再发，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发我们今天的照片。盖我的双下巴，就是有的时候你们不能故意露双下巴，这样反而就会有的。谢谢五星小白的秋天奶茶。对，我是在站着。MV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也许明天，也许明年。今天用了滤镜吗？你可以看看，因为我也不确定。我的应援色是粉色，打算多久回上海？也许明天，也许明年。对，今天洗完澡吃完饭，我就会去睡一趟。嗯，对。这种几秒能去掉双下巴的肯定是骗人，怎么可能几秒钟去掉你积攒多年的东西呢？不然多玩几天那不行，我们还有中秋公演呢。想到这个还愁，小品还没有写完，都不知道咋办，等拍完了再看吧。我知道有海洋王国，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而且。就是没有时间去，别期待，我现在都没有写完，然后等我脑子里真没有东西的时候，我就写一半儿。我写一半儿，我说大家，我们队不演小品，我们队没有小品，没有了。谢谢你呀，你呀的秋天奶茶。没有，因为这一次人也挺多的。咽喉附近的组织看起来像双下巴，可以弄回去。啊，那你没有这么快的，一般都是慢慢养成，你需要每天做一些操什么的。小品呀，三首新歌，新歌没有新歌，都是老歌。有认识到新朋友？有啊。很闪吗？它是那种反光的吗？哦，对对对，是我没有跳过的那种，是没有跳过的。所以说，现在之前不是说只扒了一个吗？但是现在有点忘了，2天又没跳。所以你去跑步，那你就去呀，要抓住机会。嗯，就甭猜了，万一猜对了呢？不玩了，这不社恐，因为天气热到我也来不及顾及这些东西。我今天就是很热，热的就像一个怨气很重的人，是真的怨气很重。对呀，可你可以抓住机会。对，你要是猜对了的话，那你就是你以后可以多多预测这些。是吗？那就说说看。现在回来好多了吗？现在好多了。刚刚开直播那会儿真的有点那个什么，可能就因为外面太热了。然后再加上那会儿问我这个，算了，不说了。猜对有什么奖励？猜对没有奖励。猜对的话，下一次有任何新节目就避着你，就怕你猜对了。谢谢接口的灰鼠的秋天奶茶和大山，因为我这个是痘痘贴，因为我起了个痘痘，就是它有个痘痘，就是我起了个超级的大痘痘。一个星期了没有下去，我只好贴了一个痘痘贴。对，就是这样的。哎，它这么明显的吗？我真的很无语。
这么。我真的热懵了今天，而且它这边妆还不好上，就只能涂成这样，我只能遮成这个样子，像个痦子。你可真会说话，我一会儿我就会撕掉它的，我卸妆时候会撕掉。对，这是我那个买的那个贴的那个指甲，但是今天就已经有一个，它上面本来是有一个这样的爱心，但是它给崩掉了。唉，就很不方便，就所以说劝大家以后没事干不要买这种指甲贴，真的很不方便。我居然认识痦子，我当然了，如果是9年义务教育，边散步边举着手机看直播挺健康，那不行，还是得过马路的啊，过马路得看路的，不能边玩手机边走路，这样不太好。要的呀，我们今天才第一天，我们还要拍个几天。对，我这两天一直在喝广式凝茶，就老买这个，因为太热了，所以就会买这个喝。是不是有小东西？没有。边看直播边吃东西哦，那确实可以打发时间。防晒做好没有用了，我已经晒黑成这样，这是涂过美白的，可以看跟我这个白色的东西对比，我晒的真的很黑。对啊，要热很多天，我已经放弃挣扎，黑就黑吧。今天拍，反正就拍了蛮多的，都拍了点。不是，是我们发的防晒，不是级别不够，是这个吧？是这种热的这个天气，我觉得除非就是那种天生就不怕被晒的那种，不会被晒黑，不然我这种就是涂什么多少都是会被晒黑的，因为这个太阳过于的灼了，就是过于的毒辣了。对，我觉得那种天生的冷白皮才不怕被太阳晒，但我不是天生的冷白皮。我不是冷白皮，就很无语。放得开，我放得很开的。我是后天冷白皮，我也不是后天冷白皮，但是确实比以前白了点。就是可能在南方比在北方稍微，就可能气候吧，感觉确实比我以前白了点。以前真的是不够白。粉底能不能防晒？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脸上厚厚的一层应该不会被晒到。打伞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也不是我们时刻打伞，我们要拍东西，所以还是得在太阳下面。对，身上都发烫，今天郭爽身上都被晒红了，在那个肩膀。以前是草原的汗，不在草原上，哎。但是差不多吧，可以这么形容，反正气候是一样的，对，可以有隔离的作用。但是白白一点好看，不能打，肯定要。对啊，我们当然，我们内蒙人多在，那个草原是旅游景点儿，那不是什么。哦，原来是这样，不会，都不会，真的吗？那羡慕你们皮肤白的人，我就不是很白，能买到冰袖吗？那不行呀，我们要穿我们固定的衣服。对，我是不是很，我确实不是非常像内蒙人，不够魁梧是吧？这些都不会。哇，那你这个确实太白了，因为它已经算很白的了。你这样再白一点，你都要透明了，太白了吧？跟这个有的一拼，这么白。深浅，飞驰的巨马啊，这个好像是一首歌，我吃了吗？没有，我打算
直播完卸完妆去吃，刚去买了一个便利店的。哎呦，不行，我明明本来打算今天，昨天洗完之后，就打算今天跟明天都不用洗，结果今天吹成这样，还是得洗头。谢谢木子的巧克力和大神。没事，反正我手机也快没电了，一会儿没电了可能就自动下线了。谢谢九酿小丸子的大神。是很顺，但是已经被吹脏了，就很那个什么。晚上好。要点一会儿正好洗澡洗头就都收拾一下然后再吃饭，然后我这两天应该每天都会发一个抖音，本来今天也想录一个抖音，但是回来太晚了，头发已经成这个样子就录不了了。本来白天的时候想录，但是我又穿着剧情服又不能录，唉。是吗？站了一个小时，我说了一个小时了吗？哦，原来这么快。不是说有剧情服就是有剧情，就只是说它只是代表它不是打歌服的意思。对，你要明白这个。隔壁有成员吗？有的，好像是百星。那你挺厉害的，公园转了五圈，能感受得到你确实挺无聊的。公园可以转五圈，嗯。什么角色扮演？你都不关注我，我这都多少天了住在这儿，还能不知道我室友是谁吗？你一定不是我的粉丝，你不关注我，再见。可以在中泰转五圈，那中泰太大了，转五圈多累啊。因为我没有去过中泰，我11号才会过去，11号才会在中泰剧场看一眼，但只是外面。为什么讲述厅那么安静？今天太累了，大家，今天特别的累，所以说我们的屋子就很安静。对，我这个在门口，什么中泰很小，悠唐最小，那你们这是在比小，那好吧，最小，对，本手机没有电，我就关机。确实工作了13个小时，人确实会有点精神不正常。但没有合适的凳子，我坐下的人就这样了，就这个裙子是半截儿，它其实是有一个背心儿的那种，对，稍微有一点点小腿抽筋。没有，我没有蠢蠢欲动想要跳舞，倒也没有这样，我毕竟一天了。我儿化音可以，对呀、啊，我们本来就是内蒙就老说儿化音的。我之前还有过那个不说儿化音挑战，但是输了。
没有，之前就有一次说我要做一个一整天，哎，是吧，就是一个直播都不说儿化音的挑战，结果就错了。每天早上练习抽筋儿，不是练习抽筋儿，是什么来着，忘记了，就好像我等一会儿就去了，十分钟没到就输，真的吗？这么快？玫瑰花说，哦，对，就是我卸礼物，然后卸礼物就是，其实错哪都没错，就是卸礼物。我说谢谢你的什么什么，我说谢谢你的玫瑰花，然后玫瑰花花错了，我你们这个记性真好，感觉我累了。唉，人的这个潜能确实是无限的。谢谢空有不二的玫瑰花。谢谢曹氏大笨蛋的玫瑰花，但是大闪就是大闪，不会叫大闪儿，这那就是大婶了。啊，还有倒装的那个，倒装那个还是蛮成功的。谢谢范公举的玫瑰花，谢谢秘密木的玫瑰花。对，像极了大婶，就大婶。谢谢可乐平原的玫瑰花。哎，是，我就背在后面。有点像，你居然不觉得像老大爷？老大爷一般这么背个什么？没色儿啊，那没色儿，色儿啊，颜色儿，对。谢谢可乐平原的大神。领导视察的姿势，嗯，确实，刚不是说了吗？我这个是有关系啊，有关系，所以说我每天走路就是这种背着手在这走。我说一句话，然后人家办公室都要抖三抖。好，这个太浮夸了，算了，这种玩笑也不跟你们开了。82岁十五七生了，玩哈利波特了。注册了一个账号，就捏了个脸，然后差不多组了个那个，跟他们加了个室友。对，这个姓氏吧，确实会让人多想。但我相信看我直播的肯定也有姓王的吧，怎么可能一个姓王的都没有的吧？对，82岁是要背着手的，牙口也不太好。对啊，所以我戴牙套啊，就牙口不太好。你们不是，你看，就还是有的呀。总会有一个，三个人里面，十个人里面就有仨，肯定。对呀。不是，那是什么呢？让我看看有什么我没有见过的稀奇的姓。妈呀，刘畅！哇，我们家里那位表哥就叫刘畅，刘畅哥哥，我的天哪！你们身边有没有叫刘畅的？我有，我的妈呀，吓我一跳！你的高中数学老师叫刘畅哦，好，真的有好多刘畅，张鑫，对，妈呀，我之前同桌叫张鑫，好家伙，我的那发小就叫张鑫，但是鑫是那个。三金星，我们还有个叫张宇，然后反正挺可爱的，像个小青蛙似的。这几个没有，这个李雷和韩梅梅是那个英语书里的，对，就不是那个啥。宇航也没有，子涵也没有，刘畅太多了。心仪啊，有心仪，你的姓比较小众，那是什么？浩然也有，浩南也有，王强没有，但是有王刚，王建国总有，没有，还真没有。王建国就是脱口秀大会，小青蛙什么就很可爱。不是学那一版的英语书，就是知道有这么一版英语书。石宇啊，嘉欣，对对，确实是有这些。
真的吗？也叫王富贵，不会是，不会是我之前看到过的那个王富贵吧？然后他们还说，你怎么当成员的同时还当人家别人的那个什么，这那个什么来着？然后我说，哎呀，这夸张了啊！有这钱我干嘛不给自己投呢？对吧？我那分分钟就 UG 了呀！如果那啥，我今年把那个钱投给我自己，那我可能就 UG 了。对啊，我这个手机电量真的很牛，苹果真的很牛。啊，不是，我的苹果的这个手机电量，因为我平时保养的很好，就很牛。哎，这搞得有点像，算了，不说了。对，我是移动的，我信号的时候就不太好。要出十三了，那我是不会买，因为就没有多余的钱去搞它，感觉还有很多要做，就比如说买那个什么，又买那个什么，就很多，还有那个这个月我想出来的那个东西，那就他，哎，怎么是女他？真的是我吗？啊，王瑞君君。用苹果手机的，哎呀，你这个蛮有意思啊！白雪公主用苹果手机，不是十二 Pro， 我当时嫌贵，我就买了十二，因为能便宜点儿。手机壳财神符 get 哦，那会有好运气的，我觉得。居然可以搜得到，因为我这个好像是那个忘记怎么弄的。就是在四里，哎，什么四华，什么四，就是什么四，上海的，不是上海的，就是一个四，什么四，忘了那个四，我记那个四名就不太能记得住。我有华为的啊，反正是个，就是我之前在上一个手机丢了还是坏了之前，我一直用的华为，就现在那个华为，我在家还用。画质是很 OK 的，这个刘海太难受，我一会儿要给它洗十遍，给它洗薅秃了。有很多很牛的手机，咱们没听说过。嗯，我也是，因为我。什么时候开始那个什么流行了，大家都开始买那个了。对，我要把它洗秃噜。今天没有睡伤，但是我睡飞了。开学了，开学加油，晚上好。发抖音没有在听吗？我只知道之前有一个叫什么锤子还什么，但是它没了。应该不会一个一个去看这个发箍增就直接增高五，也没有五厘米这么夸张。我一看，也就增高一个大拇指，大拇指的这个盖儿。啊，这个指甲真的好不方便，我现在觉得自己这个真的很不方便。对，但他真的很幽默，就是他也去脱口秀了。真的很幽默，就是比较叫什么来着，顾全大局，大局观很好。开可乐吗？可以的，我可以用侧面的肉，就是侧面的这个手给一下，但真的很不方便。对，172增高完就是175。对，我们螺丝就是很幽默，看这个，而且我现在还看过，就是他在那个，叫什么发布会上面吧，就是手机发布会上面的讲话，觉得很有意思。没有，说的是那个刚刚说到的人很幽默。三亚差不多吧。
那肯定不是，我肯定没有人家幽默，不能叫男版的 WRQ。我去过，我不是个幽默的人，我平时沉默寡言，非常的冷淡，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积极啊。对，可能吧，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很淑女，很端庄，很文静。对，每天那个口袋的九九加，只是我自己在发泄自己的对这个世界的不满。输了多久？我要把它输秃噜为止。对，我每天开大了，因为我没有开始装，这个不是开始装，这是在说认真的话题。对，因为我今天这个形象必须要这个样子。眼睛没有动到。对，这个打扮我必须就是也要非常正经。哦，好，有机会我会去看。有机会。那个直升机吵到你，不知道，没听到。说你们推荐地方，但是我。哼，果然电量不太够了。我怕你们看不见才放这儿的，我放这边是怕你们看不见。谢谢小明老师。好，我要去充电，我的手腿要抽筋了，大家。感谢大家今天在百忙之中啊，抽空来看我的直播，大家辛苦了，听我说了这么久的碎碎念，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愿意打开我的直播，谢谢范公子的玫瑰花，你们辛苦了。你们是我的梦想支持者，没有你们的观看，谢谢各位哥的秋天奶茶，不，巧克力，谢谢下周为止的秋天奶茶，谢谢你呀的，不，咪咪的秋天奶茶，谢谢硕毛的秋天奶茶，谢谢池塘男孩的梅花，谢谢咪咪的秋天奶茶，谢谢屈原烈肯的秋天奶茶。等一下，先别送礼物，让我说完，谢谢雨喵喵的玫瑰花，就是。知道大家每天生活非常的辛苦，然后呢，肯定我这个说不让我说了是吗？就是在家百忙之中来看我的直播，就是毕竟我刚刚说的话题真的很无聊，就是谢谢藤井树是小唐的美光，而且文心南路巧克力和巧克力，谢谢西亚的夜蝶，哎呀。谢谢文心南的巧克力，谢谢咪咪木的玫瑰花，就是你们先不要这样，先不要这样，我只是跟你们说正经话，因为我当时在这个直播刚开的时候，觉得现在那个时间点有点太早了，可能没什么人来看，但是呢，大家还是愿意过来陪我说话。我知道你们现在可能在写作业，可能在工作，谢谢鱼竿鱼竿的荧光棒，谢谢文心南路的大闪，对，就是，对。就是这样很好的跟你们再见一次，因为就感觉这个直播的开头我的态度并不是很积极，就是心情非常的荡，但是我说完了之后呢，就发现我的心情突然之间变得很好，就是因为就是跟大家说了这些话，聊了一些掏心窝子的话之后呢，我就开始心情稍微有所好转，可能吃饭都会稍微香一点了，虽然说刘海非常的难受，让我今天心情很不好，但是我发现说完之后呢，心情非常的舒畅，所以说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在直播的啊，聆听和弹幕啊，都是对我非常其实我没有有力的支持，非常的感动，我现在有一颗泪就已经要流出来了，不要凶我，不要凶我，太难过了，我这样大家太感人了，谢谢黄包文章的大神，就尽管感觉做的不太满意，对，希望明天不知道明天有没有精神啊，反正就是希望我们每天就是都可以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对，不要哭，大家千万不要哭，我不想让你们哭泣，为了我啊，不值得，因为我没有哭，我要是哭了你们再哭，如果你们哭了我没有哭就显得我很没有良心，所以你们先别哭，就我哭的时候你们再哭好吗？嗯，就这样，以后我哭的时候你们再哭，你们哭的时候呢，我要是不哭就不太好。好，说什么了？那你看，你看，我要再 call back 了。你看，你就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说的掏心窝子的话你一句都没有记住，这就是你的问题。行了，不要再哭了。好了啊、哦，我一会儿真的要关机了，我要截到那个很丑的表情了。因为今天再加上我今天本来这个从早上6点到现在，这个整个妆容跟头发已经不是非常的这个已经不是非常的完美了。我今天真的不好看，大家，我今天真的是被我自己。我自己邋遢哭了，就真的这个造型太不好了，所以说啊，等一下我再说两句再关闭好吧。就是我所以说今天在直播刚开始看见自己这一副就是不是很精神的样子，我这是内心非常的生气。不，你们不用安慰我，我知道不是特别的好看。是，就是这样的，就是头发又塌，妆又花，这还有一个痘痘贴，然后就非常的让人心情很不开心。所以说，但是自从然后直播说完这么一段话之后呢，就发现哇，心情非常的舒服。对啊，什么我平时就这样，不是，真是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对，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大家有什么烦恼也快点跟我说，也可以跟我说，说出来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看我今天有烦恼，我今天在直播的前面也在跟你们输出，所以说这些都是相互的。你们要是有别憋着，求你们了，千万说出来好吧，不用说没有，大家我知道肯定有，你只是不好意思告诉我，怕我多想，但是不会的，放心，我会身临其境来缓解你的疼痛，就是来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作为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帮助你，大家求你们振作起来，振作起来啊，大家就不只是情感，你可以是亲情、友情、爱情、工作、金钱啊，就是我一定会身临其境来帮助你们，你们不要觉得会麻烦我，千万不要。因为你看我今天在这个直播的前面，就是在一个整个一个大负能量的输出，所以说你看你们受到了我这个输出，你们也接受了，你们反而还来安慰我，所以说这是相互的。哎呦我的妈呀，我真的要没电关机了，我不会再说了，我一定不会再说了，我的这个手机的电量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上海全国没钱怎么办？什么不写作业？赚了钱不知道怎么给我，没有关系的，大家赚了钱就是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谢谢范公爵的大神。就是如果就是你自己过得够好了，你就可以让我过得好一点。嗯，就是哎呀是，然后呢就是。什么可恶，手机快没电了啊！没关系，我的手机也要没电了。啊，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人想，好搞笑，就感觉好，我今天有点发疯了，大家，刚刚不是我的本意哈，好搞笑，太丑了，我这个造型，这个头发。好了，我不说了，反正感谢大家，今天这个直播让我又重新开始笑了起来，因为就是本来直播的这个开头，整个人是一个很荡、很丧的状态。对，但现在我居然很笑了，很不是拉扯，是下播，我真的要下了，马上立马。对，今天不翻牌了，对吧？我感觉今天确实有点累了，我可能会睡着。就既然我要睡着，那我就可能明天再见了，大家。你们一定要记得，有困难记得说，千万不要不敢说，我不会吃掉。不会吃了你们的，不会觉得，不要觉得麻烦我，大家把我当自己人啊，当自己人说啊，大家别憋着，憋着多难受啊，天哪，千万别憋着啊，听见了吗？别憋着啊，敲打一下自己的脑壳，求你们了，不要憋着。好了啊，再见，我真的要下，我手机真的要没电，它变成它没有变成红色，它还是黄色的，没有敲打，这是拿梳子的那个什么。因为我发现我之前就是那些怎么说呢，我有碰到一些小朋友，大朋友的我就不说了，就是说小朋友，就是比如说那种学习上的，我发现我可以以一个大人的身份，一个家长的身份帮助他，我就发现我很有成就感，因为我真的帮到他，就是他说他因为我什么，你看我这个大朋友做的就非常好吧。所以说你们就是也谢谢卡宝卡尔小朋友的那个花，竞价结束了，就是不是他不用让我解题，
就是他只是就是他只是心理问题，就是对。然后就你们如果是大朋友的话呢，那我不会以小朋友的身份，我当然就会以一个同龄人的身份，对吧？如果你82岁，我也会以一个82岁的心态来跟你说话，我就是你82岁的朋友，懂了吧？如果你现你如果你今年82，那我在回答你翻牌的问题的时候，我也是82岁，知道吧？对，所以说大家，即便你不管是多少岁，你给我发的翻牌，只要是有困难，我都会感同身受，身临其境，我就是你的哪个什么东西了，就忘记了。啊，同龄，哎，可以的，放心吧，大家，我这个同龄人视角真的很不错，我可会很会身临其境，对，我很会这样感同身受。哎呦，哎呦妈，我还以为是成员呢。啊，知心啊，对对，你的知心大姐不是大姐，不要叫大姐，大叫大姐不好听。你的知心 friend， 啊，对，就放心大胆的发吧，就是没有关系。你大姐啊，不是你知心朋友什么没经历？对，不要叫我大姐，我等一下我看，我其实我现在电量都没有变成红色的，说明什么？我的电还有很多感觉。还是月底啊？哦，17、16号是我，因为反正之后就会有对歌的 MV。好，可以跪求一个我的，就是你如果是正常的那个问回就是说话的话，我肯定就是以正常那种，就是如果你有困难。我就会以你的视角，并不是说你平时啊你没困难，我也以你的视角，我说你跟我说早上好，我就说天哪，你为什么突然跟我说早上好，以你的年龄你是不是心情不好，我不会这样的，我不会这样没事找事啊，有毛病一样。对，只要你们开始说不是闲人王大姐，你怎么说话呢？我不是突然发现有活力，谢谢70岁谢谢70岁猛男的巧克力，天哪，我喜欢你的自信。70岁猛男，好家伙。你在跑步吗？不是，在锻炼。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就这些，如果你们再没有什么疑难，就是那个不开心的情况下，这些就我会当成只是正常的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我旁边是王瑞琪，我在想今天要不要洗。对，就是我的手机可能要播到歇菜，还好后面我好了。什么？漂过之后就是很黏腻，洗完之后非常难吹干。对，但真的它要关机了，大家。不是还有50%，可能就3%了吧。谢谢份儿哥的巧克力。没有，因为我调的是省电模式，所以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多少。就算我想出去，它现在是省电模式，它是黄的，是 yellow。我没有在期待关机，我还是很期待，就是手机这个让我自己结束它，我还是结束它。明天我的眼，我还想到我回了上海要修眼镜，真的好烦呀！我的眼镜断了一条腿儿，被我一屁股坐折了，真的很烦，就是。他被我坐断了，我真的很无语。就那会儿有人敲门，我翻了个身，咔啪一声，给我坐断了。但是我这个眼镜是新的，我是新搞的镜片，属于是新眼镜。你这说的好像就是说，再也不那啥。不是，就是不经意之间翻了个身，然后听见咔啪一声，然后内心就非常的气愤。你要照顾好自己，你要好好吃。对，哎呦不行，真的要下了，我要。没事啊，以后等我。我要关机了，大家。之后大家可以去点。既然大家喜欢的。记住我那会儿说的话，大家不要让我白说。等等啊，你来了。再见。哎呀，我的天哪，这是出油出的，我的妈！再见。